今年佢控制呢個嘅咧，最慢點解維持呢個比例嘅大型車新車人士最多？話上廣場嘅好大消費表現，更加清咗本港四個特色景點嘅元素，希望吸引更多嘅旅客。又揾人出得。去年嘅今日新車活動由今個月二十三號開始，今年嘅一個期間舉行。旅客總數喺天華遊客對廣場、水坝、正站出入小隊活動，小隊融入四個區塊嘅景點特色。遊客屆時可以喺米奇米妮圍繞板拍照留念，亦都有海洋公園嘅威威司令同埋李小龍立像到場助陣。游客同埋市民唔使去東涌，亦可以參觀網紅三六零纜車車廂。今年喺小鎮表演嘅本地同埋外國歷史秀，亦都係熱烈歡呼，以增加聖誕新年氣氛。有發展就話，為咗吸引更多嘅內地遊客訪港，會收邊做宣傳，增加遊客嘅競爭。我哋會喺廣場宣傳咧，尤其是啊，即係我哋嘅我哋嗰個 TTS 咧，因為今年服務嘅一個標誌咧。